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在2月12号的时候呢，我们又重新播种了其他的植物，有洛神，还有秋葵、木瓜跟丝瓜这种季节性的蔬果。那这中间为什么没有拍摄？是因为它有一个浸泡期，我是给它浸泡了一个晚上。然后再拿起来种植，那这边很明显的我已经可以发现有几个白点啊，那个白点应该就是已经发芽了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本身来讲呢，有些的植物生长得很快，有些就会比较慢一点。那这个完全取决于环境的温度。那播种最好的温度还是要在20来度以上呢，会比较恰当一点。否则的话呢，它也怕冷，就可能生长的比较慢。那以上呢是我们在2月12号播种的植物，这边让大家欣赏一下喽。我们下次有空再介绍喽，拜拜。